杰西卡，中情局干练的女探员。故事开始于中情局的探员们严刑拷问本拉登手下的一个恐怖分子。看到这儿，探员们已经好了，恐怖分子无法忍受酷刑，终于向女探员杰西卡透露了信息。然后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，杰西卡的男同事都不堪重负地离开了团队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杰西卡的男同事被本拉登欺骗并杀死，杰西卡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，这令他更加想惩罚本拉登。由于我们杰西卡怀疑自己发现了本拉登的居住地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因为情报不足，相关高层并不重视。通过杰西卡的坚持，美国政府终于同意发动海豹突击队潜入巴基斯坦。快哥觉得谁说女子不如男？海豹突击队找到了本拉登，并将他射杀，而杰西卡努力了10年，也终于有了回报。快哥认为，世界的和平是靠大家一起维持的，大家还是珍爱和平，反对战争吧。由导演凯瑟琳·毕格罗执导的《刺杀本拉登》讲述了女探员杰西卡坚持不懈寻找恐怖分子本拉登的故事。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65，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。